你最喜欢的饮料店是哪一间？我不知道，要看什么饮料。对啊，是不是很难？不知道，就是要看你是什么饮料，有一些饮料店某一种饮料就很好。那你最近最喜欢哪一间？五十啦，无糖珍珠。因为你现在只能喝无糖的哦。而且它的珍珠是小珍珠。那料大的你 OK 哦？我就没有喝过啊。听说好喝哦。没有，我不知道。我昨天喝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哦、有一个大家说最难喝的那个阿鸟尾哦，鼻子一直说超好喝。阿鸟尾，里面是什么？里面都香精，很像厕所的那个味道。没有难喝，为什么会推出来？就难喝到很红这样子啊，那料大现在红就是因为大家都说很难喝，所以大家就想去试试看多难喝。不是有一间开两个月然后就关了吗？好像是料大，对。对。Pico 喝过吗？一口。一口。哎、欸，不可以拍这个，不可以